磨磨唧唧的，下次能不能快一点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到晚上打电话，电话打爆了干嘛呀？你不知道我在家陪男朋友啊？你给他打个电话，你说晚点回来。然后回去打断我的腿，干嘛？喝酒，喝酒，走。喝酒，你酒买了没有？没有买，我去商店买。你买啊？不用，今天这个酒准备好了。赖氏父子，快点！能喝不了那个酒。上车，好酒，不是好酒，我一般都不会叫你喝，快点。端端的请我喝酒有什么阴谋啊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咋的？我还能把你卖了？对啊。这话说的，你真的是，放心，我不会找你借钱的。借钱我走了。哎，快点吧。哎，不找你借钱，真的是，我欠你那一百两百的。等我借钱拉黑。来坐。坐啊，就这啊？啊？干嘛呀？酒来吃炒粉啊？这条街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点，好不好？哟哟哟，这是千年铁树开花呀！既然点那么多吃的，上一次只是三个炒粉，我今天就是让你一次吃个饱，大的我都不敢吃了。放心，今天酒管够，吃了管够。赖氏父子传承，这酒什么来头啊？这个酒的来头可不小，酿造人是赖毛第四代直系传人赖天鹏。包装还是很高级大上的，我可不客气的哟，这是你请我喝的，不是我抠你的哟，不然广大网友老是说我抠你的东西。这个酒确实是好酒，酒厂它是恒星烧坊，它是贵州三大烧坊之一，关键是这个酒是非常好的粮食酒，它喝完了你第二天你明天上班一点都不上头，还有一瓶如果你喝不完你拿去送礼，送出去的礼都贼有面子，知道吧？8月15可以送，对，中秋节我送你一瓶啊。丑话说前头啊！酒喝了，钱是没有人借的哇。放心，今天不借钱。到，你倒多少，我今天就倒多少。好酒就是看酒线啊，越好的酒就越看酒花。酒花真漂亮。我要是喝多一点啊。啊，可以。够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啊。评价一下，入口细腻醇厚，喝起来酱香浓郁，是个好酒，真不错。我就觉得。这个酒呢层次更好了，赖毛就过去的那种赖毛，喝赖毛的那种口感它又回来了，知道吧？感觉挺好的。今天呢第一个是找你喝酒是吧，联络一下感情，第二个就是我可能想在直播卖点男装。也卖男装啊？我感觉不太行。什么意思？我感觉会把粉丝吓跑了的。帮我发发货，然后卖出去一件，我给你提成嘛。公司给我包工资呗。可以，这都不是大问题。啊，这个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兄弟之间讲这种，请我喝酒，我也会答应你啊。酒还是要请你喝的。钱不钱无所谓，只要是想让你多赚点钱，请我喝酒。请，那以后反正酒我就给你包了，好吧？那我干了。我随意。你不随意。我随意，我这么多，你那么少。你到这儿。还喝吗？不要了。多谢。不用多谢。